是瑞瑞伯爵士107年10月6号九区场的14:46。主要拍摄是507次进入海线看网炒作的121电头加89举光的这项新四支对我们举光的，其中两组为无接化编组，无接化举光号车响。在九区场站关闭车门失灵。九区场站。刚刚507次接到海信靠炒作的121电头加89举光，这项新四支对我们举光号，实力九十强的。刚刚是也是507次支援海线看好炒作的121电头加89举光号，这项新四支对我们举光号，其中两组为无接化举光号车厢，驶离九区场站，就这样，拜拜。